粉红猪墙面配配贴纸书也出了圣诞版本，那这个非常应景的圣诞节贴纸书里面有什么呢？可以看到这个贴纸拼图，然后呢有那个佩佩跟乔治写给圣诞老公公的信，可以拿那个笔来描，然后呢也有这个早早看的部分，画面中有这些东西藏在哪里呢？这些东西藏在画面中的哪里呢？这些是他要买的，然后还有他们去那个要去选一棵树，有没有圣诞树？还有不同的提示呢，像这个就是找到相同形状贴纸贴上去啊，然后去装饰画面啊。哇，你看后面有很丰富的贴纸，那这些贴纸它都有标明页数，你就不会说不知道什么贴纸要贴在哪一页。唱圣诞歌啊，然后看看他们圣诞节都在做什么，讲了什么故事啊，大家来找茬，两张图有什么不一样。是一本非常丰富的这个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关卡的贴纸书，还有像走迷宫等等的哦。